装潢厨房的时候看腻了欧系、日系两种厨房风格了吗？带您认识美式现代化厨房，一秒打造人人称羡的梦幻厨房。我是 Jeremy， 我是一个喜欢实验各种异国料理的爱好者。我喜欢先学会怎么样去最忠实的呈现一个食谱它应该要有的样貌，再去加入自己的想法。2018年的时候装潢自己家里，美式现代化厨房这个概念是有带到自己家里面的。只要选好这三台机器，你就可以有一个美式现代化的厨房，炉烟烤让你很美观，搞定你所有的料理的需求，洗碗机跟铁胃就可以让你不需要收厨房很麻烦。洗碗机还可以选择跟炉烟烤同对的款式哦。美式炉烟烤是美式厨房的灵魂人物，它的设计上呢，一般会有四口到六口的炉，同时有一个炉火可能在煎牛排，有一个炉火可能在做意大利面，那另外一个炉火可能在做意大利面的酱汁。那再来就是烤箱的部分，这种炉烟烤它会有一个大烤箱，烤火鸡啊，或者是你一次要烤比较大分量的饼干啊，烤比较大分量的蛋糕啊、甜点啊这一类的东西。这一台机器本身就可以取代了很多平常大家会用到的小家电。欢迎预约我们台北或台中的德利Go Home体验馆，我们这边是一对一的预约制服务，我们会用好朋友的角度给您最真实的建议。那我们的预约资讯就放在底下资讯栏，那我们就体验馆见咯，拜拜。